据我了解呢，该型火箭采用特殊的技术设计，绝大部分器件将在载入过程中烧蚀销毁，对航空活动及地面造成危害的概率极低。相关的主管部门将及时对外通报情况。火箭莫吉载入大气层烧蚀销毁，这是国际的通行做法。4月29日，长征五号 B 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将空间站天河航行舱送入了预定轨道。中方高度关注火箭莫吉载入大气层的情况，